大家好，我是卡江。今天我起来太早，因为要去海边。妈妈说快点，我快点下来了，还没吃饭。我们两个还没吃。昨天早上看宝宝，他送他们去学校，然后我们去拿海边的东西，我不知道什么拿的，然后看一下。哎呀，下雨，现在很多。下雨找海边。但是你看很好，现在没有下雨。嗯，下雨我不敢来。哇！现在这个盖太难，妈妈我怕。开慢点。开慢点，我很怕。看这个地方，眼睛都不会看别的地方。妈妈，我们怎么都这块了？哎妈呀，这个路很不好的。妈妈现在走，我走路走。哎呀，我们两个怎么都是太重。妈妈要是要放孩子旁边那么多吃。哦，哎呀，好了，我们来。我们要来这个地，现在妈妈打电话问一下对不对，因为一个人一个地，我不知道我们这个行不行。他说可以的。哎呀，哇，这个下去难。哇！在家吹气的。哎呀！啊，在这里，阿姨。现在那个女人要帮忙阿姨也来。这个拿的和差不多，我们拿那个秤，但是我们现在要拿这个的。有，妈妈，你看旁边的，在那里，很好吃的啊，那个不是。妈妈好不懂，有没有？有嘴，你看。你看，你都很宽啊。好，我现在也看一下。哎呀，我一个还没拿，我说妈妈，为什么我拿一个？哇，你拿20个。妈妈说，不要看我，你看这个女人。啊，那都是好，也很快。他的第一个在那边，这个路。他现在拿这个，我们还没拿一桶。哎呀妈呀！我们也要买这个东西，这个在这个地很多螃蟹，现在找到一个，有，对，那一个准去扣，他那个旁边看几个准，几个，大的，在这里有大的，啊，对，那几个准。有准扣，没准就不用扣。我现在有一点面包，要拿什么？看不了白的，马上一桶油。
妈妈说我们澡没有干净，回来澡。阿姨不要等，她要做。妈妈，我现在知道为什么阿姨有来我们家的衣服都湿了。哎呀，妈妈，他们没有来，要不要我们也是这样子的？为什么？妈妈现在要洗。我现在妈妈明白为什么我们做饭他们有吐。我现在明白他们哪里拿的。啊！今天就头一天拿的，他们一半，咱们一半。啊，老板的一半，我们也一半。那他们这个女的，你看拿平的，最起码有80斤，八十斤他们一半，他一半，他们可以40斤，40斤一斤10块钱，400块钱里边。一般给他400块钱里边，明白？阿姨生气。阿姨说他们拿不是一般，他们拿一般多。饭该是来了，快点！哇，嘿嘿嘿。好啦，到了。好，我们要去给老板一半。啊！哇！大老板。拿很多，妈妈看他们都拿很多，我们呢？你也厉害，他才拿几个，他不能拿。好吃，自己干净。6斤。6斤？哦，哎，来这边拿点，这边拿。不吃完了。没事，今天晚上可以吃。啊，妈妈没事没事。那好了好了好了，可以了。哇，这个裙子要带回家。妈妈，我可以洗的我的脚。大纳度，他们会拿。不是，我说那个老板纳度。他不是那一半，妈妈生气。那个钥匙，找钥匙。钥匙，我们的钥匙在哪？哇，妈妈你饭，哇，妈妈饭很好。就回家啦。给爸爸吃着。真的好好吃。多苹果。